儿子想吃什么？哎呀呀，儿子，你大姨家小舅的超市还有这样式儿的呢？欢迎光临。哎，哎，儿子儿子，你看，你看这超市服务员还有这样式儿的呢。走，妈妈带你买吃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小点声，别吓着孩子。哎，他不能进。你咋这样式儿的呢？这是我儿子，拿我妈妈进超市买东西，把儿子放门口的，是吧，儿子？哎呦，这你儿子呀？啊，还挺帅的。叫阿姨。他不能进。哎呀，我们就进超市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！哎，不、哎，不行！你看我们超市有规定。宠物禁止入内，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拴在门口，等你买完东西再把它牵走，好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宁可把自己拴那儿，也不能拴它呀。这啥、哎？要不这样，我抱着，我替你看着。哎，哎呀，那不行，我儿子认生，你这样式儿的，还不得把他给吓着？你咋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我咋就把他给吓着了？就你这样式儿，大家看看，他是不是把我儿子吓着了？我哪样式儿都得把他吓着了？哎、这干什么呀？哎，干啥呢？吵吵八火，大老远就听见了啊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别这样，咱们是和谐小区。哎，这位大妹子，谁呀？哦，我是物业。物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不姓物。物业，小区物业。那你前面不加小区？对哈，应该加小区哈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小区物业，我姓赵。赵先生，哎，你来了正好。他不让我们进超市。他为什么不让你们进超市呢？问他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呀，非要抱着他，他抱着他是抱着啥人？抱着他儿子是不？儿子，对，进超市这就不对了。人家抱着儿子进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甭说抱儿子了，人家抱孙子也是应该的。就是，哎，我什么岁数抱孙子？哎，对不起，我口误啊，没事，抱着你儿子进去吧，啊。这还差不多。不是什么，人家抱着儿子进去，你有啥不同意的？你真事儿弄的，我跟你说。来，谢谢叔叔。不是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位女士，这个宠物不能进去，咱这有规定啊。哎，那规矩是死的。人是活的，就变通一下不就完了？不是，那个，小伙，我跟你说，大妹子真不能，咱们有规定，这样行不行？你看啊，你把这个狗啊拴到门口，然后等你出来时候呢，你再把这个狗牵走。对，好吧。那是我儿子，什么狗啊？啊，是，你把你儿子呀，这狗儿子拴到门口。哎，不是，你把你的儿子狗啊拴到。哎，不是，你把你的下一代拴门口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买完东西以后再把下一代牵走，你看这行不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？哎，你有孩子吗？我有啊。那你逛超市能把你们家孩子放门口啊？不是，你这个比方就是不对。这样吧，你把你儿子给我，我抱着他，行不？拉倒吧，我知道你啥人品呢？万一他认贼作父的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大义灭亲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宠物不能进去啊。我今天还非进去不可了。媳妇儿，堵门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媳妇儿。嗯，你媳妇儿。啊？怎么的？我是他叔，这是他婶儿。啊！我说你们俩一个鼻孔出气儿，不让我进超市呢。哼，感情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呀？今天这个超市，我还非进去不可了！啊，你呀！哎呦，我可亲眼看见了啊！这两口子欺负人家！哎，我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啊！我，这位怨妇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。他们两个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不让我们进超市。人家是孤儿寡母，哎呀，你说太欺负人了！知道啥呀？什么知道？这天哪！这么会，非得抱他儿子进咱超市？抱儿子怎么了？人家抱儿子怎么了？人家抱着老公进超市，你管得着吗你啊？哎呦，太不讲理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这儿子嘿，漂亮长得嘿，哎呀，这儿子，这么漂亮儿子你，来来来来来。
哎呦，找妈妈，找妈妈！哎呦，真望邻居们看看，这娘俩长得多像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可惜啊，你没有他会咬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人家超市有规定，宠物不让进，你非让他进，你说什么意思？是吧？超市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他进去把孩子咬了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超市里这么多食品，狗进去了，万一有个传染病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我干什么的？我正义的化身，两条路，一条路把狗放这儿，你进去；第二条路，狗我抱着你进去。得了吧，要是狗跑丢了，你赔得起啊？哎呦，我赔得起吗？看来你对我钱顺风不太了解呀、啊。哎呦，街坊邻居们，告诉他，我赔得起吗？什么也不就一条狗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穷的就剩钱了。我告诉你，告诉我，狗多少钱一条？我赔你。不论条，论根儿，论毛。哎呦，论毛。我见过不讲理的啊，我就够不讲理的了，你比我还不讲理。行行行，你只要舍得薅，我就舍得赔。来，根儿薅。你舍得薅，我也不舍得薅啊。我舍得薅，来我薅、哎。来来来来来，让我薅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妹夫，不是大姐夫，你不能这样。妹夫，这叫姑息谦。妹夫，大姐夫。哦。姐姐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Family。家福企业，店大欺客，以及欺负客人的家属。好，这超市我不进了，我看我也进不去了。哎，我有钱，我在哪儿不能消费啊？我非得在你们这个歪脖树上吊死？儿子，走，咱不买他们东西了。哼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三张不长毛的脸，恶心。哎呦，你还不愿意看见我，我还不愿意看见你呢。他就这样的人，哎，抱着条狗就以为自己是贵妇了。你怎么不插俩翅膀啊？你插俩翅膀，你以为你是老扔啊？好家伙，受不了这样的，别生气，别生气了啊！行了，你忙你的去吧啊！不是，哎，老公啊，包。哎呦，哪儿找他的？这在地下。这肯定是谁落超市了呀？是不是刚才那女的的？该。让他嘚瑟！别，我追他！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改成包啊！是不是他的？你得查实了才行啊！就是，你万一弄错了可咋整啊？哎，你干啥呀？我看看啊！你看啥呀？人家主任没在，你能随便打开人东西吗？不是，我你不是也不行，人家主任没在，你能随便打开吗？万一少个东西，你能说得清吗？我说不清啊！对呀，这么着，这儿有个探头，来过来，到这儿来啊！咱跟探头打个招呼，俺们仨捡了个包，我们看一看。至于吗你？哎呦，你们这大姐夫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公啊，就这么些钱，你看，咋了这是？哎呦我的奶奶呀，这么多钱呐！看这两口子，哎，这两口子没见过钱那样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哎呦我天，哎呦我的祖宗啊，这么多钱呢、啊？哎，银行卡，金项链，我这还，哎呦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，我这个呢，放进去，放进去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一不留神还捡了个超市，哎，可不得了！我的包，哎，我的包，把它明明放这儿了，哎，我的包，这是你的包啊？嗯，拿走。好人、啊，别，哎，别，别，等会儿，大姐，你有病啊？怎么了？他说是他的就是他的呀！啊，这不是他，你不得核实一下吗？对对对，顺风说的对，这得核实。你核实一下，万一冒领怎么办啊？对对对，得好好核实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包是什么颜色的呀？粉色的。我答对了。答啥对了？拿着包问人家什么颜色，人能看不见吗？怎么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啥智商啊！你得问包里边有啥。我问你，你这包里是不是有个银行卡？是不是还有个金项链？对呀、啊！哎呦我妈，答对了，拿走！对了，你呀，你脑子让门别住了，你啥智商啊你？你都告诉人家了，你还不如我呢你！真是，我问啊，这位女同志、啊，你这包里除了银行卡、金项链还有啥呀？钱呢？哎，我这包里有好多钱呢。那除了钱还有啥呀？还有啥？哎呀，我给你提个醒吧。还有什么呀？常总。
看看，我这不还得重金酬谢呀？哎呀，不用不用重金，哎呀，薄薄的就行。大哥，哎，拿着。哎呦，行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行、哎，干什么玩意？我应该做的。你应该做的，你还拿人钱干啥呀？不，他是应该的呀。那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大妹子，把你的钱收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东西丢了还给你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大哥呀，哎，你看刚才因为我儿子，我对你们那样式儿的，你们现在对我还这样式儿的，你说这事儿。咋闹得这样式儿的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妹子，其实啊，你爱动物，喜欢动物，这没错，非常正常。动物啊，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欢笑，给我们带来了爱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对对对。但是呢，你要通过你的行为，应该让更多的人通过你去更好的喜欢动物。对，不能因为你看到动物以后就变成这样式儿那样式儿，这就不好。你说是不是？对吧？咱们既然把规矩定了，咱们就得遵守。要是都不遵守这个规矩，那这规矩定了还有啥用啊？大哥呀，哎，你说的可真对。哎呦，我说大妹子，你现在这个态度就很和谐，你得给你儿子做个榜样。对，妈是儿子的第一任老师啊。对，嗯啊，行了，大妹子，没啥事你去忙吧。哎哎哎，不行，你们都对我这样式的了，那我得到你们超市消费呀。不是，那那那个，不是，哎，不能带进去。儿子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嗯，这样，你帮我抱一下。不是，我抱你儿子行吗？行啊。那行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用充满父爱来抱他，我一定不能让他认贼作父。啊、来来来，儿子，哎、在爸爸怀里好好待着。哦，真乖。啊，这好好抱着你儿子吧。哎呦。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，我大姐夫，中年妇女和宠物的杀手。去，我跟你说，师傅啊，说句实话，嗯，你今天这事做的啊，满满的正能量，你让我刮目相肃然起，佩服的五体投。好不容易夸我一回，还夸一半儿。说明你还有继续努力呀、啊！啊，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咱小区正义的化身。儿子，哎呀，真好，哦，真乖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孩子在他爸爸怀里可真乖哟、哦！来来来，儿子，来来来，妈妈抱啊、哦！哎呦，想妈妈了吧？哎呀，真乖呀、啊！哎，那。谢谢你们了，不客气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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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儿子，来，跟爸爸说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好，你说这多和谐。赵刚子啊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啥？以后你执行公务的时候，能不能不把你自己搭上？哎呀，大姐啊，你就习惯习惯吧，就我大姐夫这傻样，早晚把自个儿搭出去。瞎嘀咕啥呢？以后也见不着面了。见不着了？怎么能见着面呢？妈呀，还得见一次面。你的。